国际军事比赛2019今天在莫斯科落下战幕。今年的比赛分别在10个国家的21个比赛场展开32个比赛项目的角逐。中国陆军包揽了新疆库尔勒赛区4项赛事的12个单项第一。中国海军在海上登陆比赛中获得障碍赛第一、团体第二的好成绩。在空海军首次共同参与的航空飞镖比赛中，中国还斩获了运输机组前2名、远程航空兵组第2名、歼轰机组铜牌。